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我爱发明》，我是主持人陆博。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科学顾问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彭孟华老师。彭老师，欢迎你。彭老师，今天中午您吃的是什么呢？今天中午我在食堂吃的刀削面。您平时特别喜欢吃面条。对，确实是这样，因为那个面食啊，在中国来讲还是比较多的，像山西的刀削面、兰州拉面、武汉的热干面，特别是我们老北京的这个炸酱面，这几种面都特别有代表性啊。对，黄老师，那您吃过带馅儿的面条吗？你像带馅儿的食品，咱们家里吃的就是包子、饺子、馄饨，另外像元宵，这些个它是带馅儿的。面条应该讲一般没有说带馅儿的。今天我们这是发明人呢，就发明了这个带馅儿的面条。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面条呢？我们一起来见证。面条的种类有很多，拉面、板面、刀削面、摔面、卤面、炸酱面，多种多样的面条也许您已经耳熟能详，但加了馅儿的面条您听说过吗？现在吃的是什么面？板面。您平时喜欢吃面条吗？喜欢吃。想问一下，您听过加馅的面条吗？没听说过。没听说。没听过，没听说过，加馅，这没听说过什么面条，没有，没吃过，我想应该好吃，营养都加在里面了，是不是会更好了？您做过加馅面条吗？没做过加馅，没做过，听说过，但是不会做。面条作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主食之一，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对于偏好面食的北方人而言，面条更是必不可少。这种起源于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主食，如今已经演变出众多的品种和吃法。为了丰富大家的生活，人们还在不断地开发新的品种。就在今天，一种加馅的面条悄然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发明人孙少科发明项目面条加馅儿机。孙少科今年46岁，山东莱阳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靠着种地和自学的一门电焊手艺支撑起了整个家庭。然而好景并不长，他的这门半路出家的电焊手艺已经跟不上行业发展，老孙不得不另谋出路。2007年，老孙偶然在网上发现了一种能给面条加上馅儿的机器，他顿时觉得赚钱的机会到了。加了馅儿的面条谁都没吃过，一定会得到市场的热捧，于是他决定买一台回来开个小面铺。可没想到老孙花掉全部积蓄买回来的机器竟是个冒牌货，别说给面条加馅儿了，连普通面条都做不了。那时他整个人呢都快崩溃了，一下子赔得很难过，怎么就是想办法晚上回来寻思这东西为什么和炸馅儿炸不上呢，自己就想啊想啊想，气得我这不自己就是说研究，下了决心一定要把它干出来。虽然上当了，钱也拿不回来了，可老孙算是跟面条杠上了。这一回他决心自己动手做一台加馅面条机。他天天上市场买面皮，面皮的特性，要想做出加馅面条，首先要将包好馅的两块面皮进行压实和切割。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揣摩，老孙发现用刀背压面的土办法最奏效。哎，老孙啊，还在忙啊？啊，忙。啊，这是在我打点肉馅儿，做了个肉馅儿的面条，把那个炸馅儿了。还能夹馅吗？我们去看一下。啊，这是你的工作台。啊，我现在正在做呢。这个馅是怎么做的呀？馅儿，我这不就打油机打的。那你现在教我们做一下，我看看。我给你做一个你看看啊，我这手艺也是绝活啊，现在能做出这个面条也是绝活。老孙所说的绝活难道就是这简单的面皮包肉馅？看起来过于原始的举动让我们的记者不得不怀疑，这样也能做出面条吗？啊，我这么一样，你看练压带割。哦，你是先把它压紧然后再割对吧？对啊，同时练压割就出来了。这么一说，刀背切面也不无道理。
由于刀口只能切割不能压实，要想紧紧地将肉包在面里，只有连压带切才行。正是这样的土办法给了老孙做机器的灵感。用这个道理啊，慢慢的我研究一个家上的机器了啊，多存点粮来给大家伙吃呢。这就压好了。这样的那个面条比咱们平时吃的面条有什么区别啊？平时吃的，哎呦，这真味道太大了。那平时那面有什么？这是肉啊。加了馅的面条到底好不好吃呢？老孙决意要让我们的记者先尝为快。虽然土办法做出的面条没几根，但刚煮没多久，香味还是慢慢散了出来。看来这加了馅的面条还真是有两下子。几分钟后，面条就煮熟了。比咱们平时的要香，对吧？它里面的那个肉香味都出来了。那我吃一下啊。哎呦，我觉得加上这个馅以后啊，和咱们平时吃的口味完全不一样了。那尝尝饺子又馅面。对，面条是别有一番风味，可老孙做面的方式也太没技术含量了。那么他的机器又在哪里呢？工艺就体验那个道理，我打算做台机器，做出来就好了。加馅面条的口感得到了记者的认可，老孙也更有信心了。他决定按照菜刀压面的原理，先做一台机器再说。你又来做什么？再给我来点面皮儿。你又这还有这么多面皮做什么？我打算把你这个面普通的面条给加上肉馅儿的。做假馅儿的面皮儿？这么事还能加上一下也可能吗？我不信你老做吃的。不相信啊？你不相信等我拿过来你看看。你这边你动的，你太粗的是的，你能加上？我保证能加上。我做出来比你这个面条好吃，肯定加上馅肯定比你这个好吃。那别说了，你给我来两根面皮。那好吧，我就看着你做。我看你什么时间能给我做起来。好嘞。龚阿姨也是莱阳人，经营面铺多年，熟知手擀面、刀削面、玉米面等多种面条的做法。如今面铺的生意红火，手工做面的方式也最终让店里的机器取代。机器的出现让繁重的劳动变得简单，不仅提高了效率，而且丰富了面条的种类。无论顾客想吃什么样的面条，龚阿姨只要将相应的刀片套在机器末端，面条便唾手可得。既然龚阿姨如此依赖机器，为什么偏偏反对老孙做机器呢？难度很大了，本来面条这么快馅，他再加上馅儿啊，我觉得不可能吧。龚阿姨觉得老孙的想法是异想天开，这又不是做饺子、馄饨，要给本就又细又窄的面条加上馅儿，实在是太难了。面皮太薄就会露馅儿，而太厚又会导致面条太粗，影响口感。在他看来，老孙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遭到了非议，但老孙是个犟脾气，只要他认准的事儿，就一定要做下去。一番敲敲打打之后，老孙的机器出炉了。老孙，机器做好了吗？做好了。怎么有两个滚呢？我是根据那个菜刀，以家的那个道理，我做了两个滚，来看看怎样。我看到这上面还有好多棱呢。这个棱就是拍到的棱嘛，压挤啊。这个原理啊。我看这个机器很简陋啊，它能压出那个夹心面条吗？拍到都能压出来，它更能压出来了。一个棱一个棱的，这个棱就等于拍到的棱了，压一压就能挤蛋了，我估计。要不咱们试一试还是？是，咱们找那个工程师去，自己再压两圈那个。行，那咱们走吧。走。也不知道老孙哪里来的自信，他觉得他的东西试都不用试就可以直接上，马上就要给龚阿姨看机器了。他希望让老婆孩子也一起去见识见识。而此时儿子一看机器太差，便没了信心。不过老孙的机器到底行不行，还得试了才知道。哎，龚阿姨啊，来了。咱们这个老孙啊，他说他发明了一个夹馅面条机。我知道他从哪里拿面皮儿用，他能发明出来，我看看什么样。我看看。你看。哎呀，这么个破铁。这包被割了呢，咋破铁？
还不会干的。啊，我就给面皮，你好，你要压去吧。我看你们压成什么样了。我最起码能压成馅儿，我跟你讲啊，那肯定压的比你那个还好吃呢。我不信，你不信，咱们就试试，这有什么？这也不会。老孙是个直爽人，做什么事情直来直去。机器拿到手，他跟龚阿姨就杠上了。龚阿姨觉得机器太简陋，根本做不了家乡面条。不服输的老孙憋着一股气，跑到隔壁肉铺挑选好食材，准备要大干一场。他们出来的东西有可能不好吗？他们我这个夹馅的，他们做了几千年的面条，我能把它夹上馅，那就是胜利啊！我看你非常有信心啊，肯定有信心。今天啊来了很多这个观众，我们要去采访一下。夹馅的面条机见过没有？没有，没有。不知道，没吃过夹馅的。我感觉这是个面团啊，看肯定好吃呀，不能不好吃。而就在此时，我们听说要做加了馅儿的面条了，都围了过来。来往的观众特别多，大伙儿对于加馅面条都是第一次听到，闻所未闻，都想上来试一试。这么远，那块儿太大了，得有举车就好了。对呀。这样做的挺好的，我这个面条机已经是很大难度才出来了。哈哈。啊，我这费了多大的劲，这面条才出来了，知道？对。刚刚你试了一下这个机器，觉得怎么样？行。行。这正儿八经也就加上轴承就好了。啊，加上轴承就好了。对。旁边的小伙伴也按捺不住了，也试了试。你又是挺费劲的。挺费劲的。群众体验结束后，老孙终于开始了。提前打好的肉馅让老孙快速进入了压面状态，看起来效果也还不错，只是机器有点简陋而已。一番手工操作之下，看起来面皮还是压出来了。但这就是夹馅面条吗？没等大家思索，老孙这边突然就不太行了。要是面皮发硬了，它就下不下；要是软还行。老孙不服气，他决定再压一次，效果一定能好。然而机器实在太简陋，每动一下都需要克服很大的摩擦阻力。任凭老孙如何倒腾，机器的情况始终不见好转。我天！摇不动了。最后，老孙调整了滚轴间距，机器又出现问题了，彻底罢工了。怎么打滑了？吃个肉馅面条，你看有点费劲哈。哎呀，怎么又是一整块呀？间隙稍微大了，这是间隙大了，间隙稍微点就好了。哦，这个间隙太大了。啊，间隙太大，它就压不出来。现在看还没夹出来，就是分界分不开啊。你设计好了肯定行，你这么样不行。现在看来这样做到这样是不行了。我看你就不行。啊，也不行。你的文凭研究不出了好几次。我总有一天我会把你那个面条，加个面条加好，比那个好更好吃。你看了？好，我就看着你。看了。明白了。看起来结论一目了然，过于简陋的机器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兴趣，围观的人已经走了一大半了。话说我们看到老孙的这个机器啊，是受菜刀压面的这个启发研发出来的。为什么菜刀可以压出夹馅儿的面条，而机器却不行呢？菜刀压面呢，它是面馅儿面，先拿刀背压一下，让上下面粘上，在中间拿刃切一下。在这儿呢，我放大了它的这个滚轴，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滚轴是这样一种结构，它是两个滚轴这么一滚，把这个面呢压在一起，并且给它切断。它这两个轴间距呢是可调的。现在我拿来这个橡皮泥，当做已经加好馅儿的那个两层面。那么在转动过程当中，由于可调的，这个两个轮子间的距离如果比较近，我们看这个轮子转动是非常困难的。你在片中也可以看到，它是拿扳子去转的。但如果要是两个轮子间距离比较远的，又起不到这样夹的作用。并且我们看到它这个机器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我们希望这个面越长越好。你想它这个机器压面，
压出的这个面条的最大长度，也就是这个滚子的长度了。所以他想局限性啊，对压更长的面，这样的机器是不能实现的。嗯，看来做这个夹馅面条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啊。对。那么发明人会如何对这个原有的这个机器进行改进呢？我们继续往下。初次试验就遭遇惨败，老孙感觉面子都丢完了。现在他不是一个人闷在家里做图，就是待在昏暗的工作室敲敲打打，一连数日依然找不到解决方案，连他的妻子都看不下去了。很长时间就是睁眼了不睡了，就觉得这个人一点不正常了。对于老孙的不务正业，老婆儿子把情绪都摆上脸了，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老孙停下来，而老孙却没有放弃的意思。一件事情明明知道怎么做，但是你往前走的时候，你必然要经过好几个弯才能达到一件事情，不可能觉得对就能走通了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这样的。老孙不愿意就此放弃，他一有时间就上市场买零件找灵感。有一天在他买材料的时候，扳手末端的月牙形状给了老孙灵感，他想两个相对的月牙合在一起正好形成一个圆，利用这样的原理，机器不就能压出圆形的夹馅面条了吗？有了想法，机器改进的进度就快多了，一阵打磨切割后，新机器就做成了。新机器为四轴结构，中间两滚轴设计为凹凸镶嵌结构，接触部位的层叠使滚轴同时具有挤压和切割的功能。外侧两根滚轮的凹凸部分与中间滚轴配合，能将送入的面皮进行压槽，有利于面条圆孔的形成。机器孔径大小依照较粗的刀削面尺寸设计为5毫米，使夹馅更加饱满，而摇臂的增加让夹馅过程变得更轻松。咱们现在压一压试一试好吗？看这个面条压出来是什么感觉。嗯，我能看一下压的面条吗？可以啊。哎，哦，这个就是咱们压的面条刚刚。嗯，这个看一下里面的馅啊。嗯，这个面条已经压好了。嗯，咱们上次还压不了呢，对吧？对啊，这个是绝对行。机器做好了，老孙觉得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站起来，他决定让龚阿姨见识一下新机器。这个做是这个东西的。看，这把哈，讲实在的，你看这个眼儿，现在我这个面皮儿。面对龚阿姨的怀疑，老孙开始讲解机器的工作原理。然而他讲了大半天，龚阿姨还是觉得机器不行。我做出来应该很慢。我们现在不求速度，我们就求质量啊，我们要做的好吃就行。我看看你这几只豆丁的做是什么样的吗？话说到这儿，龚阿姨决定摇起来试一试，看上去比以前的要轻松。这时老孙觉得给龚阿姨做面条的时机到了，他决心做出美味的夹馅面条，好让龚阿姨心服口服。啊，这是成功了，就是。这一次老孙看起来不紧不慢，每个步骤都完成得有条不紊。新机器刚动起来，群众又围了过来。让大家没想到的是，老孙的机器终于压出面条了。还有人能压出来？哎呀，信死了，太阳这就是夹馅的面条啊。你看这根，你这么看那根。嗯，还是夹出馅儿的，你看。面条虽然不多，但既然做出来了，就得尝尝它的口味。此时的龚阿姨早已被吊足了胃口，她决定亲自下厨尝一尝老孙煞费苦心压出的面条味道到底如何。他要的还行，还平不开啊，样子还行是吧？对，不掉馅儿，别给输了。你看他，小老板你看看。嗯，挺好吃的，挺好吃的，哎呦，挺好味的。这几根儿够你做的，回家。来，你尝尝。一直反对老孙发明的龚阿姨吃了夹馅面条后，态度立马发生了改变。
他居然开始张罗店里的顾客前来品尝。你尝一尝这家乡的面食，哎，你尝一尝来，挺好的，还是你用筷子这边吃哈。好吃，好吃，好吃，嗯，好吃。有点什么味道？有点像馄饨是吧？有点馄饨的味道，挺好吃的。挺好吃的。那你觉得这个面条怎么样？好不好吃？好吃。看这位先生，挺好吃的。好，行，您刚刚已经吃了是吗？有脆味的，感觉是有股香味是吗？嗯，对对，可以可以，挺好。里面是放的什么馅？能猜出来吗？嗯，肉，肯定是肉，肉菜，感觉怎么样？感觉是好吃，就是粗了一点。粗了一点。刚做的时候没这么粗，现在粗了。稍微有点粗了，要不能再细一点会更好。它液胀冷缩这个道理很简单，它是加热它稍微胀了一点。现在本身设计的就是按照刀小面那个图纸设计的，本身是设计的有点粗了。唐老师，我们看到这个发明人老孙是终于做出了面条啊，但尝过面条的人提出了疑问了，说这个面条的口感不太好。它中间的这个孔是按照5毫米这样的直径设计的，这个呢是生面生馅儿加好以后它的尺寸，如果说到锅里一煮，这个面它要膨胀的，馅儿也要膨胀的，出来的这个面呢首先就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5毫米了，另外呢它在压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里边压的馅儿如果不多，面皮儿又比较厚，你想想这个口感会怎么样？肯定不好吃啊。那黄老师，您说能不能发明人做一个可以这个伸缩性的这个口径的呢？不是不能够实现，但是呢，这个机器的加工起来确实有一定的难度。我们想一想，是不是可以在这个轮儿它的大小的配比上，在这个轮儿上边开槽的这个直径上，还有它的弧度等等。这些地方呢做一些设计，看来想吃上好吃的这个夹馅面条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对，那我们看看老孙接下来会对这个机器继续怎么改，能够让这个面条的口感会更好呢？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一次上不是改了两台？这个回到家的老孙不停地琢磨，既然5毫米出面孔压出的面条太粗，那就做一台3毫米的和一台4毫米的机器试一试，看哪种面条口感更好。哦，这个是3毫米啊，这个3毫米的。机器改进后，外侧滚轴下移，与中间滚轴齐平。此时，面皮在中间滚轴上的贴附距离增大，使面皮稳定于刀具上转动，有利于圆孔的形成，加馅过程也更为便捷。此外，机器出面孔也由原来的6个增加到10个，提高了出面效率。同时，为了做出更小的面条，获得更好的口感，老孙将5毫米出面口径的机器分别改成了一台4毫米的机器和一台3毫米的机器，同时出面口安装了小挡片，便于面条的掉落。现在咱们准备了2个盘子，我们现在分别给他们做一个标记，这一边是3毫米的，然后另外一边是4毫米的，等一下做好的那个面条呢就分别放在这2个盘子里面，好吗？加装了挡片的机器果然不再卡面条，新机器压面效果还不错，那么它能否经受长时间的考验？老孙决定多做一些面条。感觉这样的面条啊就是特别的饱满。来，现在我们拉一根拿出来试试，好吧，我们看一看。好，这2根来，现在呢这2根面条呢都是我们用3毫米的这个机器打出来的，我们首先检查一下它这个质量怎么样，好不好？哎，打开看一看，看一看这中间的这个线怎么样啊。还不错，夹的特别的饱满，对吧？我看中间有没有就是漏夹的地方啊，整个效果还不错。好，来把这个放到盘子里面吧。来，一番试验下来，新机器没有让老孙失望，他一鼓作气，很快就做了1大盘面条。
3毫米机器的面皮也全部压完了。此时老孙迫不及待地想检验4毫米的机器，同样先小试一番。面皮的纹理告诉老孙效果应该不错。现在捏起来的话软软的，感觉里面都是馅，特别的饱满。跟饺子搅拌这个，看就这张面皮摇这么一圈多少油。你看嘛，这又下了糊糊的这个啊，糊糊的下去。哇，来你看，你看，哇，想都想不到这么漂亮。这个地皮真的很厉害，这土皮。好，那我就从这里捏断了。你看。吃多长多长，我在里面抽一根吧，我看这个里面的线都匀不匀，好不好？啊，肯定匀。哎，就随便找一根吧。这面条很软，你这捏它就细了。这个比刚刚那个三毫米的确实不一样，这里面的肉啊鼓鼓的。哇，你看，都是线啊，满满的都是线。行，那咱们再摇一会儿吧，来。一根根面条看上去更加饱满，机器孔径虽然只大了1毫米，但压肉馅的过程却顺利得多。很快，4毫米直径的面条就压好了。外观上，两种面条虽然很容易辨识，但哪种面条的口感更好呢？老孙决定让邻居们过来尝尝。煮面的过程不仅使用相同的时间和火候，也没有添加任何佐料。3分钟后，老孙的夹馅面条就煮熟了。依照当地的吃面传统，老孙将面条做成过水面。这样的做法是在面条出锅后用凉水涮上一遍，不仅能增加面条的韧劲儿，同时又可以检验面条是否会在短期内变糊发稠。没过多久，凉水肉馅面就摆在了我们面前。那么两种面条到底怎么样呢？老孙啊，现在咱们的话，我们就来尝一下这两种面条，好吧？看哪一种更好吃一点。好，先吃粗的。吃粗的吧。还行，味道不错。您觉得香吗？不那么油腻。还可以。还可以。口味的行，吃的是真好。大家得知老孙的新机器和新面条都出来了，邻居们都赶过来看看，场面立马就热闹起来了。阿姨，您见过这样的面条吗？没见过，这个没见过。没有见过。你们想不想吃一下这样的面条？想吃吧。尝一尝。咱们今天是这样啊，我们煮了两种不同的面条，它们的馅都是一样的。有一种面条呢，它的直径是3毫米，有一种面条直径是4毫米。我们现在今天咱们是美食家，要来评价一下，看哪一种面条口味更加的好，好不好？老孙的妻子忙着帮大家盛面条，3毫米的面条口味能胜过4毫米的吗？先多说口点，我尝尝。哎呦，有！这位阿姨想吃，好，那你先尝试一下啊。这个阿姨也想吃一碗啊。怎么样？又滑又味道，挺好吃。太刺激了啊！今天吃一碗也能吃两碗。哦，面条吃一碗，这个能吃两碗。对，你吃4碗，我吃5碗。面条盛好，街坊邻居积极地上前品尝，这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吃上加馅儿的面条，大伙儿足足过了一回新鲜瘾。不过没多久，3毫米的面条刚吃完，大姐就急着想试一试4毫米的面条了。这一次他们反倒安静了下来，看来面对由同样的面皮和肉馅儿做的两种面条，要区分个好坏还是有些难度。但没过多久，大伙儿还是有答案了。好吃吗？好吃，不过是这个试的，你看这个快的好吃，我吃的。为什么？这个快的有馅儿多，这个试的馅儿少。对比起来，还是快的好吃。我觉得试的好吃。细的。怎么讲呢？这个试的，好像它比那个粗的呢又圆点。就是滑一些。你要是没有牙，你又不能。没牙我也吃试的。看这俺家的味道，试里试的味道。试的好吃，比较大的人好吃。试了吧，还是感觉到有个滑里的又圆，对老爷这个胃口能适应了了。品尝结束，结果一目了然。尽管两种面条都得到大家的认可，
但在场的十人中有两人觉得四毫米的面条馅儿多，味道更好，而另外七人却觉得三毫米的面条口感细腻，略胜一筹。既然大多数人都偏好三毫米的面条，再考虑自身的经济情况，老孙决定先把机器做成三毫米规格的。街坊邻居对面条的认可让老孙有了久违的好心情，他觉得是时候把机器拿出去晾一晾了。第二天一大早，老孙拿着机器就出门了。消息传到村治安主任老杨那里，这位老朋友二话没说便忙着上村支部广播，并让大家顺带一些能打馅儿的食材。现场的豆，现场品尝，都到那儿去看看，说带着菜带着油就行了。热心的村民们纷纷上前帮忙，像是迎接一场饕餮盛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面条，面条，面条鸡，面条鸡，啊，面条的吧？没见过这东西，没吃过啊，要不要去看一下？走。显然，热情的村民将现场围了个水泄不通，记者也完全被堵在了外面。面对这台新机器，村民们各执一词，有说好的，也有人怀疑机器效果的。而就在这时，在治安主任的带领下，村民们果然带上了各式各样的食材。你在这里，我看看好不好吃。治安主任，你也过来了。你是想拿一些辣椒让那个老孙做一做？啊，做一做，对对。你觉得他这个能把它做出来吗？我觉得能呀。能。我看你带来了芹菜和这个洋葱。啊，对。哦，我看你也带了一个土豆过来是吗？啊。能加工吗？这个能加工。你想试一下这个机器吗？啊。行，好，那咱们过去。陈师傅，可以加工吗？啊，这个呢，加工有意思了。街坊邻居的热情参与让老孙始料不及，接下来他们几乎帮老孙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一个个期待着见到夹馅面条。此时得意的老孙迅速将街坊带来的食材一一打成馅，他不仅向大家传授做面的方法，还时不时地让大家体验机器，面条也很快就压了出来。你把那个机器也变得能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面条好吗？来，这个是你刚刚做的洋葱馅的这个面条，咱们看一下。包好了吗？包好了。咱们闻一下看还有没有那个洋葱味道。挺像鼻子的是吧？行，那咱们等一下就煮这个面条吃一下吧。看来只要加上不同的馅儿就可以符合不同人的口味了。老孙摇着他的机器，把街坊邻居的期待都包进了面条，大家紧紧地围在老孙身边，眼光里充满了敬佩。这一刻是属于老孙的，他要把最好吃的面条带给大家。芹菜馅的、辣椒肉馅的、洋葱肉馅的，一根根连老孙自己也从来没吃过的面条被压了出来。已经做好了，大家现在给大家尝一尝行吗？给大家伙支持，你尝尝，这因为这个馅儿味道我不知道，谁都不知道怎么样，但是加上了，真的是花样了。行，哎，大家想不想吃一下面条？面条终于可以下锅了，街坊邻居已经有些等不及。此时，老孙的妻子再也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他从来没有想过，像老孙这么一个憨厚老实，为了买机器养家糊口却上当受骗的人，居然把夹馅面条机发明了出来。他高兴地把所有的面条都倒进了锅里，没多久面条就熟了。以后吃嘛，好不好吃啊？好吃啊！觉得它的卖相好吗？肯定能好吧。张总，张总，喜欢吃的现肉店的方面，我这么胖，肯定吃鱼了。好吃哦。
这是一个有辣椒，应该辣椒味儿的。哦，有辣椒味儿，嗯，是吧？对呀、啊。怎么样感觉？这个味道不错，我常年吃面条啊。啊，就是、你刚刚也尝了一下是吗？你觉得怎么样？嗯，好，挺好的。你这里面是什么馅的？能猜出来吗？辣椒的。辣椒的。辣椒的，肉的。肉的。嗯，非常好，不错不错。来，咱们在这边看一下。你这碗是什么馅？我说是吃的芹菜味儿。有芹菜味儿。有芹菜味儿啊，有肉里面还。有点肉。有点肉味。那会儿吃挺滑了。挺滑。哎，挺滑了。挺筋道的，哎，就是做起来我看有点慢了，现在在这慢哈，有点慢，哎，有点慢做起来。你觉得这个发明好吗？嗯，挺好的，就是做的挺慢。哦，做的慢，嗯，有点等不及是吧？吃一碗要吃第二碗。焦急的等待使大家认为机器的速度有待提高。一些没吃到面的街坊邻居让老孙不得不再做一些面条，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面皮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老孙却浑然不知，突然面皮就支离破碎了。接下来不行，要擀了这个面皮怎么回事？这面皮的东西这么面就膨胀了。现在咱们有什么补救措施吗？现在啊，刷一些水可以吗？啊，现在风干了，刷水也不行，这东西啊，我也做上去了，风干了，风干了。大家着急地等着老孙拿出解决方案，人们开始议论纷纷。眼看压面条已经无望，原本热闹的场面顿时冷了下来，街坊邻居也陆陆续续离去，只有妻子在一旁用陪伴的方式来安慰老孙。当时你看老孙的这个机器一开始还挺好的，做面条比较流畅啊，到最后这个就做不出面条了。因为它是手工操作、嗯、所以我们看它做面的速度不是很快。嗯，当天的天气又比较干热，机器效率比较低，又有大量的面片摆在这儿，就使得后一段时间它做面就做不了了。还是比较费劲啊、嗯、对，它的灵活性肯定要差，机械化程度应该提升，它才能够大量的做这种夹馅的面条啊。对，所以我们想这个首先是不是得把电动机用上。嗯，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发明人老孙是如何完善他的第四代夹馅面条机的。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街坊邻居都建议老孙给机器加装电机，而老孙却迟迟不敢动手。他担心速度提高后，面皮必然被瞬间拉长，那么面皮在滚轴上的贴附就不好控制。如何才能统筹兼顾？老孙考虑再三后，最终他将四根滚轴的位置做了一些改变后，便给机器装上了电机。他决定碰碰运气。那么新机器效果到底如何呢？老孙也没有把握，但直性子的他还是叫来了街坊邻居，希望大伙儿给提提建议。哎，我你给那个的快点，快那个的慢点吧。这个最快啊！啊，那个最快。但是没有电了嘛，可以拿那个油把子油，有电的时间可以省一点。啊，那这个过了桥了，这不就是我头啊？得提升个底皮嘛。嗯，这一底皮还是这样了，没电吧可以去油，有电吧可以就是用电线带动，还得快慢速。啊，这滚的大比那个好。比那个好，嗯，好吧。咱们这一次的话，就做各种各样的面条给大伙吃一下。好，好，大家伙现在机器做好了吧？做的面条来尝尝吧，好不好？好，好，好，好。这一次，老孙很在意检验结果，他准备了更多的食材，也准备随时接受大伙的建议。不料大家看到新机器以后，都铁定地认为机器没有问题了。这种好评如潮的赞许，竟让老孙心里倍感压力。打馅的过程很短暂，没一会儿功夫，准备工作就完成了。这个是茄子，茄子绞肉的。这个是，这个是韭菜的绞肉的。嗯，这个是蘑菇的。这个是香菇的。嗯。啊，这个芹菜，芹菜的，芹菜绞肉的。那个呢是刚刚做好的玉米。啊，这个是玉米面绞了下来。行，那好的，那咱们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那我们去做面条吧。检验开始了，老孙看起来还是有点紧张，他紧紧地盯着出面口，希望面皮不会发生变化。
此时老孙的儿子也上前帮忙了，而机器表现也不错，面条很快就被压了出来。街坊邻居一个个探着脑袋，对老孙产生了由衷的佩服。现在我们这个韭菜肉馅的面条已经可以了啊，我拉出来看一看，来看一看，评价一下。哎呀，来来来，挺好，不是不是，来大家都看一下，来都过来看一下，来，还好。对呀，开心还行。哎，这个弹性怎么样？挺好，味道挺好，挺香。这也添了光滑，挺好的，挺润和的。比上快，速度快，好多了。哎，好好。哎，行，那咱们再接着做别的那个面条，好不好？好。哎，好。这一次老孙就有信心了，加装了电机的机器效果果真不一样。没一会儿功夫，芹菜肉馅、玉米馅、香菇肉馅、茄子肉馅就被一一压进了面条。成型的面条排列有序，圆润饱满，看起来相当有食欲。面条压得很快，老孙的妻子忙着收面条，看来机器的效率大大提高了。大家都不再吝啬对老孙的称赞，几年的艰辛终于做成了机器，此时的老孙却百感交集。面条最终能不能得到市场的认可，他得走出去给更专业的人看看。考虑再三，他决定去莱阳市里有名的郭城摔面馆，他觉得那里的师傅和食客最有发言权。郭城摔面因出自海阳市郭城镇郭城村而得名，距今已有300余年的历史。这种深得人们喜爱的面食，必须通过有经验的老师傅对面团进行反复摔打揉搓，同时加入一种食盐和碱的特制秘方，才能让面条产生出惊人的韧劲。食盐和碱的加入，使面条不添加任何佐料，也能让食客回味无穷。那么和老孙的夹馅面条相比，谁的口感会更好？老孙决定用他的新发明与300年前发明的面条来一次碰撞。哎，什么东西？肉馅面条机。我们家不用这个东西，我们家是用摔面，老传统的摔面。啊，你们的摔面是300年以前的事情了，现在已经过时了，现在已经有夹馅的了。难道能比我们的面好吃吗？那肯定了。我不相信。哎，你尝一尝。基本上都能加上。之前小李听说过，但是从来没见过那真正的夹馅面条。那个师傅，那个您吃过夹馅的面条吗？没有。也没有。没。您干这个做这个厨师多少年了？我做30多年了。30多年。尽管大伙儿都说不相信，心里却是非常好奇，夹馅面条到底长啥样？拿来一些食材试一试就知道了。此时对于老孙而言，压面早已不是什么难事，不过今天来的是面馆，他看起来还是有一点点担忧。无论老孙如何解释，师傅们关心的却是面条行不行。此时好在机器已经完善了不少，速度也跟了上来，没等多久面条就压出来了。面条出来了啊，给他吃面条了啊。对，有了。你说这还行吧？挺好。知不知道吃出来怎么样？他们认真地检查面条的压合位置，看起来质量还不错。此时有经验的师傅提出，既然都已经给面条加上馅儿了，那就做出来尝一尝，看夹馅面条在不额外添加任何佐料的前提下，能不能赶上他们家的摔面。面条呢，现在都已经煮熟了。等一下呢，要接受咱们这个师傅和咱们工作人员的这个考验。你觉得这个面条能够好吃吗？能够好吃啊，都加了这么好的这面条，你看。那么咱们就一起来尝一下这个面条，看好不好吃，好不好？好，来，上来。来，尝尝啊，尝尝。我吃辣椒馅儿的。胡萝卜味儿。挺好。能吃出这是什么馅吗？是辣椒的。辣椒的。那你碗里面的是什么馅？肉馅的，还是不错的。肉馅的。做到这一点就不容易了。
做的这样这确实不容易，是吧？对。觉得味道怎么样？一般吧。一般。啊。为什么？我吃就是可能是人家什么交流吧，我懂吗？倒没啥的。于是不摔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条质量有着更苛刻的要求，而店里的孙师傅却觉得机器本身已经很完善，只要调配好可口的面条馅儿，就能压出美味的面条。他决定亲自为老孙调试一番，希望能做出更美味的面条。随着午餐时间的临近，店里的顾客越来越多，现在正是检验面条的好时机。为了做最直观的对比，我们的记者决定让于师傅与机器来场比试，看谁的面条更好吃。头一次与机器比赛的于师傅显得很兴奋，他依旧延续猛摔猛打的风格，让面筋在手与案板间来回晃荡，面条的韧劲儿被逐渐催生到极致。相比于师傅，老孙这边看上去安静得多，也着实轻松不少。机器出面的速度很快，压起面来刷刷的，没一会儿功夫，调好的馅儿就都被压进了面条。双方经过短暂的较量，面条都做好了。依照老孙和于师傅的想法，他们的面条分别做成清水的，不加任何佐料，来挑战最大的难度。好，留下。大家将两种面条依次装盘，老孙的面条由于加了馅，看上去颜色较深，比起来也相对粗壮。那么两种面条谁更能得到顾客的青睐呢？咱们的面条现在已经装好了，咱们要尝一下。这个面条的味道怎么样？这个面条感觉有点那个野味吧，就是跟那个擀面似的，反正就你说呢，是比较有筋骨感，香爽。好，这个就不太好吃了。第一位顾客觉得加馅面条好吃，老孙得一分。怎么样？我觉得这种比较好吃，这种有点太那个了，太有筋道了，有点咬不烂的感觉。哦，有点咬不烂。对。啊，你更倾向于这种于师傅做的面条。对。啊。第二位顾客选择了摔面，于师傅将比分扳平。你更喜欢于哪一种？这个就是夹心面，夹心好吃。我感觉是这个面条吧，因为吃惯了这个味儿。啊。一番比较下来，双方你追我赶，没分出个胜负。看来这旗鼓相当之下，必定是各具特色。两种面条分别凭借各自的优势，赢得了自己的粉丝。为此，面馆决定将两种面条进行精心烹煮，好让两位师傅再做比试。不料结果又打成了平手。有一半人呢支持咱们新发明的这个机器做的面条，你有没有想到就是他能获得一个这样的成绩？对，我没有想到，再说他就做的面又有很多人喜欢他这个配偶，但是他做的技巧哦，是不可而已了。那个老师有没有想到有这样更好的成绩？这样我一半就行，我现在能一半也能承认这个夹馅面条真的要不容易。你看这个等300多年的历史了，这面条的千年的文化，一半人就吃了这个夹馅面，那个很现实。此时摔了30年面条的于师傅不得不佩服老孙了。比试结果让老孙感到满意，也让面铺的万女士对眼前的草根发明家感到由衷的钦佩。她决定用长期采购加馅面条的方式来帮助老孙实现梦想。现在的老孙别提有多开心了，他把机器拉到面铺，让龚阿姨也着实惊讶了一把。经历了这么多年坚守，老孙第一次感到了成功。
孙少科发明的夹馅面条机经历了四次改进，最终做出了大众喜爱的夹馅面条。面条大小适中，圆润饱满，不仅外观漂亮，也可根据不同人的口味做出不同的夹馅面条，进一步丰富了面条的种类。发明人呢，他非常巧妙地把这个刀具啊，设计成凹凸相嵌合的这种结构。这种结构呢，可以在完成面片和馅儿进行挤压的过程中，同时也完成了它的一个切割。这样的话，就是很好的完成了这种夹馅切割的工作。另一方面呢，滚轴和刀具它那个距离变长了之后啊，使得这个面皮更好的附着在刀具上，然后避免了翘皮的那么一个现象。至于在改进方面，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看的话，它那个夹馅的过程还是靠人工的。如果说在夹馅的这个上面加一个能用自动夹馅的装置，就提高了它这种自动化程度。好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期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可以和我们的栏目进行联系，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在这里再次感谢科学顾问彭老师光临演播室进行精彩的点评，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让我们下期同样时间再见。浑身旧物，其貌不扬，却能轻松转弯绕障。他身形小巧，貌不惊人，却能灵活滑行转向。究竟是什么样的发明，让人体验像神一样蜿蜒行进的乐趣？又是怎样巧妙的构想，让人实现飞速滑行、舞动自如的梦想？敬请收看《我爱发明》，怪车双雄。